江苏卫视芝麻开门，有请四组挑战选手。我是李泰龙。Hello， 大家好，我叫蓝芳芳。她是一名老师。她是一名工程师。她是我永远效忠的女王陛下。她是我永远信任的英勇骑士。今天我只为我的女王而战。所有的宝物都是您的。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青岛的夫妻组合。我是老公苟振川，我是老婆苏艳华。她是擅长理财的职场女强人，她是热爱运动的居家好男人。我们今天的口号是勇夺大奖挡不住，我们互相来帮助，芝麻开门人才出，我们要让你们输。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大连的情侣组合。我是阳光大男孩李全选。我是快乐小仙女徐峥。她是我的小太阳，每天散发着光与热。她是我的小宇宙，时刻爆发着正能量。我们的口号是答题闯关爽爽爽，钻戒旅游 go go go， 燃烧吧小宇宙。我是吴卓伦。大家好，我是刘晴。他是我高冷霸气的前女友。他是我阳光帅气的前男友。我们是前任攻略组合。别人越爱越深，我们分分合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哦。是我给你机会吧。今天我们要征服全场，证明给你看。收看江苏卫视芝麻开门，本节目由十年专注自然护肤法兰琳卡特约播出。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打开微信摇一摇，点击电视选项摇一摇，参与互动竞猜，赢取智能电视等丰厚大礼。掌声欢迎今天到场的四组选手，欢迎各位，来吧，分别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开龙，来自江苏扬州，现在是汽车行业的一名质量工程师。旁边是我老婆。我们两个实际上是从大学开始相知相识相恋的、然后大学他怎么追上我的，因为那个时候他每天就是给我洗衣服然后买菜做饭、什么大学时候追不应该都是哇鲜花啊吉他啊，我比较喜欢实际型的、而且他那个时候其实他好像也在家里面也是从来都不做家务活的，但是后来遇到我之后是各种家务都会干啊。以前认识的时候我称他是1.0版本，然后因为是男朋友嘛，现在我们已经升级到2.0版本了，就是老公。然后3.0版本的话，看情况啦。其实他在激励我要努力，要打走大奖，今天晚上就有计划了，就指望你了，是不是？嗯 ，fighting。哎，今天有很多游戏哦。没问题。我相信我老公，是吧？今天可不能输了。输了没有3.0了哦。我老婆大人我懂了。好，所以这是第一组啊。好，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二组。哎，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然后我是老婆苏艳华。嗯，对，我是老公苟振川，我们俩是姐弟恋。虽然说他年纪就是要比我小两岁，但实际上的话他在我们家就是真的是给予我像妈妈般的一些呵护吧。比如说做饭啦，然后比如说我每次出差回来，然后家里都会收拾得非常非常干净，然后包括我每天上班他都会亲自去接送，所以就像他就是完全接替了我原来在结婚以前我妈妈和我爸爸对我的一些照顾。其实不然，其实我老婆真正的权力是在财政大权方面，所以我们家基本上我老公出门的话一般是不会带超过100块钱的。比如说我今天去便利店我只拿了30块钱，去了之后挑挑挑挑挑挑来挑去，售货员一结账35.6，哎，我是有点慌，然后呢我很快就会灵机一动，我说哎售货员，我说你这包装有点不太好啊，这个我不要，不要，尽量避免尴尬。我们俩其实特点就是说在于省小钱然后买大件，花在该花的地方。对，就像我们今天的目的也是一样的，我们会只选贵的。要求已经提了啊，贵的是吧？对对对，小的都不要，小的就分给他们回去玩一玩吧，一会儿看你的了。好好，这一二两组啊。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3号。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的公司职员李全选，这是我的未婚妻。我是来自大连的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我们俩一直是异地恋，从认识到现在一直异地4年多了。四年了，终于要在明年5月份结婚了，修成正果了。所以今天来现场是奔着什么去的？我们这个组目的性非常强，我们明天要结婚，我们要旅游，我们就要拿蜜月大奖，是不是？我觉得吧，不应该留给他们什么东西吧，全拿了就好了嘛。那行吧，那就看你的了。好，这是前三组，来吧，第四组。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大庆的刘晴。我旁边的这位呢，对我来说比较特殊，那他是我的现任男朋友，不过他还有一个身份呢，让我感觉很特别哦，你自己讲吧。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吴卓伦，我不只是他的现任男朋友，我还是他的前任。对，我是他的初恋。是的，我们今天正好也是我们复合的第80天。两个人刚复合的这80天啊，就属于那种产品可退换期啊，有没有？没有没有。今天的表现对男生来说是不是特别的重要啊？是的。这个女孩的心思有没有知道她想要什么样的奖品啊？我俩也想去旅游啊，对啊，我俩要去更加的磨合自己啊。对，我们刚刚复合嘛，当然是要到处玩一玩，到处走一走，然后多考验一下对方咯。现在四组有关系特别稳定的，也有这个新人关系不太稳定的了，总的来说呢，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是吧？各有各的这个心愿和梦想，所以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呢，各位就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来了，好吗？来，做好准备，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环节的比拼。分环节共分两轮，第一轮四组选手通过车轮战方式答题，答题获胜的一组将赢取60秒夺宝时间。第二轮四组各派一名队友同时抢奖品，积分累积最少的一组被淘汰。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答题开始，请听题。山里红是我们常说的哪种植物？第一组，我老公最喜欢吃的山楂。RPG 是哪种电子游戏类型的简称？这是我最喜欢玩的游戏，角色扮演。在高纬度地区的天空当中，由于地球的磁层或者是太阳风产生的绚丽多彩的发光现象是什么？应该是极光。第一位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是谁？这个是前一段在瑞典去获奖的，叫屠呦呦。《许三观卖血记》是哪一位作家的长篇小说？猜一个吧，鲁迅。老舍。书籍。是一位相比于你们说的更年轻的。男性。答案是余华。余华。对，新书是第7天。对。好，所以第一组出局，答题继续。女儿红是我国哪一个城市的传统名酒？这道题很简单，绍兴。陆丰龙是在中国发现的首一个完整的恐龙化石，那么它是在哪一个省内找到的？辽宁。河北、山东、浙江。四川。广西。云南。对，云南省。哪一个城市拥有了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楼，被誉为是摩天大楼的故乡？蒙一个，伦敦。洛杉矶。洛杉矶。芝加哥。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为历史背景，有刘晓庆、梁家辉主演的电影是什么？末代皇帝。火烧圆明园。首次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华人演员是谁？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喜剧演员葛优。对。2015年，凭借电影《烈日灼心》获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的是谁？邓超。李涛，王涛。答案是段奕宏。段奕宏。所以第四组出局，接下来的答题机会将在第二组和第三组当中展开。来，答题继续，请听题。2014年足球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叫什么名字？这道题很简单，也是我所擅长的题目。
桑巴荣耀。1823年起源于英国的拉格比，原名是拉格比足球的球类运动叫什么？橄榄球。我思故我在是哪一位著名哲学家的名言？哲学家。我思故我在，哲学家，鲁迅，郭沫若，李大钊。正确答案是笛卡尔。来啦，恭喜第三组。旗开得胜，是吧？哎，是不是有没有觉得这个新婚的这个心意的这个兆头笼罩着？红衣服嘛，喜庆啊，鸿运当头啊，必须的。我还带了我的专职场内指导，在哪儿？谁啊？在那儿，我的妈妈，她是芝麻开门的超级粉丝，超粉的。阿姨好，铁粉。主持人好，现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次报名都是我叫姑娘来报的名。哎，然后我呢就盯着我女婿下去抢奖品的时候，注意一点哈。第一个，你敢跪的抢，敢尽力拿；第二个，找一个兜子，然后你心里摸索到40秒，赶紧往家送一趟，然后再回来再抢第二道，就抢盒子，不管那大盒子小盒子，尽量往里甩。但是不能电器不能甩啊，电器甩了它不上分。哎呦，你一定要抢那个盒子，往里甩没有问题，远一点甩也没有问题。哎呦，掌声！相信我吧，这个真是铁杆粉丝啊！妈妈已经准备，跟妈妈旁边这位，这是徐州的婆婆李浅浅的妈妈啊，我婆婆。是我的母亲。哎呦，对，两位妈妈都来了。是的，有什么要嘱咐儿子的？第一，重在参与；第二，要保证安全。妈，我肯定会把大奖拿回家的，带你们一起飞，给你们省钱。记住刚刚岳母讲的话了吗？已经铭记在心了。好，那我们就请第三组的男生做好准备。来，选手请就位，马上第一轮他就要冲出去了，有什么嘱咐的再强调强调。老公，我相信你一定会把那3件套给我拿回家的，有没有信心？没有问题。好，来，三号选手做好准备，来，全场倒数，3、2、1，开始！给你3件套，推你3件套，往里扔，找东西往里扔，油加油，先进加油，往里，加油！对对对，找东西往里扔，往扔，对对。哎，别拿了，别拿了，差不多得了。拿点，往，哎，你先要，你就把这些推进去吧。给我们留点，留点吧。把这些腿不要吃他们的，你先往里放一些，放一些，然后推进去。一回去拿的时候，哎，这真是太狠了。对对对。左边，不着急，不着急，结束了，快结束了。等会儿，先往那个里面推进去，然后扔几个盒子。往右边推。往前。右边。左边，对，往前，好，快，出来，好了，扔几个盒子，然后对，往里扔一点。笔记本。小伙子想的真周到，你看那什么，你管儿车，你不用管那些，哎、你拿一点东西，时间到了，快甩进去，让我盒子，完了，人怎么锁进去了？你值钱吗？你让节目组把你买下来好吗？怎么出去啊？一般都是这个大件的东西在里面，他哎，你跟我分析一下，他为什么把自己关进去了呢？我猜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值钱呢？他应该是觉得自己是件单价特别高的商品。我觉得也是。我们先把这个大门打开，让他出来，出来透口气儿来。特别好，我想要的那个已经拿回去了。璇璇，来，你再跟我好好说说，你当时为什么把自己也塞进去了？因为我想，我那个岳母告诉我说，这个电子产品扔进去摔到了是不算积分的。对。然后我就抱着这电子产品，我看时间不够了，然后我人先进去，就是先摔的是我嘛，电子产品还是算分的嘛。哎呦，就为了刚刚岳母一句话，是不是？连人带机器就进去了，是吗？对。真是朴实。你太朴实了。
你觉得这个刚刚这个你妈妈布置的任务她完成了多少啊？完成了几成啊？他把那个任务分成了两部分，应该是一边是电器，一边是盒子，然后他自己变成了一边是电器，一边是自己，我已经很无语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一轮到底有没有虐大奖。奖品的件数是七件，不是特别特别多，件数少一定要值钱呀，一定要值钱是吧？就有一个很值钱，哇！我跟你说，这个真是无价之宝。真的吗？真的，防毒面具。天哪！你自己想想，现在这啊，雾霾空气，我要送给北京的朋友。不是健康也是无价的。对对对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轮的七件奖品共同的积分是12490分。因为你们还拿了摄像机啊，家电电器组合，苹果电脑，苹果笔记本24寸电脑显示屏。天哪！天哪！虽然才七件，太厉害了，让我们怎么活呀？是啊，其他几位，哎，三件套没了哦。没关系，没关系。好在这边的都没怎么动。对，你都看上哪儿了？就是基本上这些东西吧，我家都放得开，都没问题。对，没问题。包括那辆车停回去都有地方放啊？是吗？对，没问题。这就要准备的充分，对吧？就有地方放。所以呢，话不要放得太早了。我相信我老公，我们家空间也很大，也很大是吧？都装得下是吧？对。马上四组选手将进入到的是共同抢奖品的环节。每组都会有派一个代表选择一下，老公，那你去吧。义不容辞，我。第一组是体力担当，老公啊，体力担当。第二组，对我们看个头就看出来了，我老公原来是校篮球队的，绝对没问题。终于等到机会了。对，来第三组，还是派我的男朋友上。好，第四组，我去，对，表现，是吧？身强力壮，一定比他们都强。好，请四位男生就位。加油，比赛马上开始了，做好准备，全场倒计时3 2 1开始。行了，而且我老公还摔了两次，对，然后结果没想到他竟然把我最想要的按摩椅拿回去了，然后他还拿了婴儿车，他说他刚才私下跟我说我是为3.0而做准备哦。对，我老公太赞，特别是他的临门一脚，他临门一扔，那临门一甩最后一个东西竟然就对最后2秒钟进去了一个东西。来第三组呢，评价一下，点评一下刚刚的表现了。我的男朋友，我跟他要盒子，他居然给我拿了那么多盒子，这绝对归功于什么？
我们的异地恋就是要把我们的男人送到安全的地方。此话怎讲？此话怎讲是吧？这个安全嘛，一没水，二没电，三没网络，四没有美女。相信吗？你到底去了哪儿啊，孩子？火星啊！哎，这个世界确实有这样的地方。这就是那没水、没电、没网络、没有美女的孤岛。哦，哎，你在这儿多久？多长时间啊？我在那里已经待了两年了。公司的一个工程在那里，它是做一个渔港，然后这个渔港是要在台风期的时候让渔船们进来避风。哦。然后这里面因为它跟陆地不相通，我每天上下班的时候要坐30分钟的船，然后如果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我们是出不来的。就是我而且我生活在里面，每天不是说没有电，它每天的电是限时的，就是吃饭的时候会发一下电让大家做一下饭吃，然后水的话洗衣服洗澡什么都用的淡化海水，然后饮用水是外面，饮用水的话是从外面 用矿泉水，因为那个水喝不了。哎呦，你也挺忍心啊。没有，我觉得年轻人嘛，应该是闯一闯。刚才都说了，就是管理的最高境界不是说你放在安全的地方，也不是说随时敲打它，而是你要把它放在最危险的地方，它依然安全才是最高的境界。你看看人说太好了，是不是？因为我能为他忍受这些痛苦，然后来给他带来幸福嘛。所以说这种信任完全不用管的，还用来说管的来这个词来形容吗？刚刚这一轮预计他多少积分呀？我猜盒子里面肯定有大奖，怎么也得2万分吧？2万分啊，2万分打底，预期2万分的啊。来第四组，评价一下。我觉得怎么也有13000分吧。大家这期望值都挺高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一轮共同抢礼品环节各队的这个积分情况。我们先来看第三组吧，因为第三组在这个比赛当中应该是相对安全的。刚刚这一轮当中的抢到的件数是17件，这一轮的积分是10280分，所以总共积分是22770分，这个不错的成绩。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组。刚刚这一轮，哇，抢到的件数是21件。哇！刚刚这一轮的积分是13100分。来了，剩下第一、二组，很紧张，但是我觉得我老公没问题，我觉得我们至少有15000。如果没有15000怎么办呢？回家我做人工按摩椅。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刚刚这一轮抢到的件数是16件，积分是10000，有没有5000呢？好紧张。15900分。没有白摔，老公，没有白摔。我进钱来了。第一组已经开始欢欣鼓舞了，因为第一组和第三组肯定已经是在这一轮已经安全了。所以接下来呢，就轮到了第二组和第四组，肯定有一组要离开。我们来看这一轮你们的积分是13720分。太好了！哎，在这里，很遗憾的，第四组可能就要离开我们的舞台了。他平时是一个非常懒的人，就是譬如说我晚上叫他陪我出去买个水果啊，买个奶之类的，他都会觉得哇，外边好冷好累，我不想出去。所以今天他能有这么积极的表现，我已经非常满意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加油了，会很好的。哎，以后他说陪我买奶，你也要这样，好嘞，3、2、1，咻，出去。没问题，没问题。也希望呢，你们可以长长久久，像前面三位前辈一样，好吗？加油，加油，加油！好，谢谢第四组的参与，谢谢。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卫视芝麻开门。本节目由十年专注自然护肤法兰琳卡特约播出。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打开微信摇一摇，点击电视选项摇一摇，参与互动竞猜，赢取智能电视等丰厚大礼。留下了这三组是吧，很好的证明了一个真理，听老婆的肯定就是对的，就是
钱袋，哎，赶紧，哎，我一直在帮你落实这件事情。对对对，钱袋子松到一个什么样的尺度？怎么得涨到500吧？一个月，一个月500了吧？对，特殊情况特批，超过我的预期了。你的预期是？也就120左右吧。接下来还有很多轮，对啊，情况都是扑朔迷离的，好吗？这个钱袋子，小心一会儿收回去，我跟你讲。对，所以三组准备一下啊，来，马上进入到第二环节的比拼。本环节共分三轮，前两轮答题获胜的选手可选择不同难度的游戏进行挑战，时间为150秒，游戏难度越大，对应奖品积分越高。第三轮，三组选手同时挑战共同游戏。率先完成挑战的前两名可获得固定分值的大奖，三轮结束后累积积分最少的一组被淘汰。三组请准备答题开始，请听题。微软 Office 系列软件当中的助手原始形象是什么东西？小狮子。比尔盖茨。回信针。能够让我们的出血的伤口快速凝血的人体物质是什么？我之前经常运动，我这道题也很了解，是血小板。Yeah. 折耳根是我国哪一种草药和常用蔬菜的别称？啊，这个作为吃货的我必须得说，折耳根炒腊肉特别赞，它又叫鱼腥草。由章子怡、杨紫琼主演的讲述了日本歌舞伎故事的电影叫什么？那个小百合，那个艺伎回忆录。天下无贼当中风情万种的性感女贼小叶是由谁扮演的？这个老公你看过吧？对对，刚之前看过一个新闻，是在澳大利亚连续发烧多天，没办法治不了。李冰冰。凭借《士兵突击》当中成才一角色被大众熟知，并自编自导自演了《北京爱情故事》的艺人是哪一个？自编自导自演《北京爱情故事》的就是陈思诚。哎，都绕嘴了，陈思诚。对。科比职业生涯单场最高分是81分。2018年第2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哪里举行？哈萨克斯坦首都。2018年，2018年，不着急，慢慢想。莫斯科。答案是韩国平昌。第二组出局。这个题你不会吗？接下来的机会将会在第一组和第三组之间诞生。来，两组做好准备，答题继续，请听题。哪一位运动员是现女子撑杆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并被称为是穿裙子的布博卡？这个是那个伊辛巴耶娃。北少林位于河南，南少林位于哪个省份？福建。西安的哪一座标志性的建筑是玄奘为了保存由天竺带回的经卷佛像主持修建的？这个小学课本里面学过的，就是啥？就那个大雁塔。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是哪一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啊，王菲的那个《匆匆那年》。啊，《匆匆那年》。由许冠杰、黄沾、张伟文合唱的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叫什么？沧海一声笑。汉朝时期奇袭龙城，并且曾7战7胜，收复了和硕河套地区的是哪位将军？那个卫子夫的弟弟卫青。乘龙快婿最初形容的是哪一个古代君主的女婿？乘龙快婿蒙几个乾隆、雍正、光绪。我汉武帝。唐太宗、唐高宗。宋徽宗。这个比较难蒙了，答案是秦穆公。哦，对，来吧，恭喜第一组。老公，你行吗？可以下去吗？可以，没问题。有4个不同分档的游戏，1万、12000分、15000分和18000分。老公，你想玩哪一个游戏？15000分吧。15000分。选择的是15000分的人猿泰山。对，哎，他对这个核心的力量啊，上臂的力量是很讲究的。为了老婆拼了，拼了，拼了啊！来，开龙，请就位。老公，一定要稳，一定要稳。马上人猿泰山，啊，加油吧！
你的车已经有了，这个车是我的，知道吗 ？OK， 所以为了我的汽车加油 ，OK， 一定要稳。这种霸道的、蛮横的这种鼓励，我也真是够了。来，全场倒计时，3、2、1，开始。老公要稳。不要着急，慢慢来，不着急，挂上去，对，对对，老公要发挥你长手长脚的优势，对，我们一步一步来，脚先踏上去，脚踏上去，好，稳住，向前去，对对，老公有点吃力了啊，嗯，你加油哦，因为我老公前面一轮他摔了两跤，其实伤得挺严重。老公，老公，加油！对，加油！对，稳住，稳住。好，要用你身体的平衡力。歇一会儿，歇一会儿，不着急，挂上去。对对，哎，绳子，脚脚踏进去。你要控制好自己的身体，这样控制好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平衡。老公，我相信你，慢慢来，不着急，歇一会儿也可以的。好，挂进去，挂上去，挂上去。对对，很棒，很棒。老公，你只有三个了。OK， 再往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OK， 身体平衡住之后再往前。对对，很棒很棒。好，还有个橡胶就可以了。OK， 再往前面，休息会儿，休息会儿。好，往前挂，往前挂，开始，橡胶可以打了。OK， 好，再往前最后一个，老公还有最后一个，休息会儿，我们还有时间。这格可能要再多前进。对，要慢慢来，稳住，身体稳住，身体稳住。好，往前往前前进一步，先前进一步，对，先前进一步，对对，很好，不要着急，慢慢来，哎，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慢慢来，先前进一步，先前进一步，好，现在再前进一步，稳住稳住，再前进一步，老公，再前进一步，对对，稳住，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再够一下，再够一下，你的手长，再够一下，发挥你的长手优势，好，那你就再前进一步，再前进一步，再前进一步。再前进一步，老公，老公，芷若，老公，前面刚才摔过了，他，因为他其实前面摔了两，这个对他来说其实还剩一个，挺可惜的。已经没有力气了，前面消耗体力消耗太多了。没关系，其实我们在电视上看的时候觉得比较容易，其实下来我知道很难。我老公的手其实摔伤了，所以我曾经真的尽力了。知道，尽力就好，没有关系。你的车我也会每天开车接你。他已经很厉害了，已经很棒了。其实我刚才在说，是他可以发挥他的长手优势，因为他手真的很长。对对，但是呢，他可能真的是体力已经耗尽了，没有办法了。啊，我特别想问一下开龙，其实你最后那一下你不往前挂也行，你就再伸长一点，是吧？大家都觉得你再伸窄一点就可以够到。拿不到车也没有关系，我老那因为我平时下晚自习，我老公都是开车去接送我，啊，我每天我很晚才放学，他每天都是开一个小时车去我们学校，然后接我回家。体力消耗比较大。没关系，没有车你还是很棒。因为这个游戏未能成功的完成，所以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维持原来的不动。三组一二三组还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马上开始下一轮的答题，也是最后一次可以有自主选择权游戏的机会了。好，三组做好准备，答题开始，请听题。奉旨填词是哪一位词人的字号？奉旨填词柳三变，柳永。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谁的名句？这个，陶渊明不对，有个元，柳宗元，柳宗元。人面不知何处去的下一句是什么？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现代丝绸之路的第二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是中国的哪一座城市？丝绸之路第二亚路大洲应该是在西藏那边吧？新疆。新疆，应该是在。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甘肃，城市，城市。正确答案应该是连云港。哦，连云港，江苏连云港。第一组出局，答题继续，请听题。坐在矿车上的国家指的是哪个国家？俄罗斯。秘鲁。法国。新西兰。新西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海南第一高山是哪座山？五指山。五指山。1999年以65%的收视率创造了中国电视剧收视记录的电视剧是哪一部？水浒传吗？不是不是，很火，当时赵薇演的《还珠格格二》。哈利波特系列故事当中，马尔福就读的是哪一个学院？魔法学院。马尔福就读的魔法学院。不是魔法学院，不是。是什么？就是苏格兰的那个地方。完了，耶！正确答案是斯兰特林。哦，对，我知道的。所以恭喜第二组抓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是吧？可以自己选择这个分值，10000分、12000分、18000分。我们这次就求稳，因为还有共同游戏的环节，我们还有机会。12000分，选择那个水果忍者。12000分，对，如果这个12000分完成的话，你们就可以跃居到分数榜上的第一名了，一定能完。所以这个游戏派谁出征呢？我去吧，我要让我老公休息一下。好，我们请这个女生准备一下，选手请就位，马上开始了，选手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是啊，还差一点。对对对。没事没事没事。好，没事没事啊，再吹一下再吹一下。哎，对对，你要等它荡起来，幅度比较稳定的时候。对，对对对，老婆没事啊，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哎，对好，对，很好。你找到感觉之后，接下来会比较顺利。对对，好了，没事没事，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加油嘛！有点劲，有点劲，对对对，哎，对。好。好好好，哎。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哎，不要着急，慢慢来。这个还要再一轮，再要吹大一点，让它的摆度稍微稳定一点。对。好。好。慢慢来，慢慢来啊！哎，一次一气呵成，慢慢的，哎，对，你看好角度，对对，你看竖着行不行，或者横过来，很轻松，很轻松啊，对，很轻松，很好，很好，哎。很好很好，对对对，你看拿点什么拿点什么，对，哎，好了好了，哎，行了行了，好。怎么样，老公？没让你失望吧？没有没有。先恭喜你，因为成功的游戏可以收获到12000分的积分，不错啊！现在排名第一了，哎，家里这个主心骨发挥自己的实力了。对对对，真的。哎，榜样嘛，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关键时刻起到关键作用。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第二组，这轮的积分是12670分。
哇，所以总积分呢目前是26,390分，帅，迅速被反超。来采访一下这个已经不再是居于榜首的第三组。我们刚才我们已经玩完两轮了，我们觉得有点累了，然后呢我们要休息一下， 让你们做两轮游戏，然后消耗一下体力，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然后我们好那个攒出了力气，说话给自己留点余地，不需要留余地，太弱你，我们已经很低调了，要爆了，别忘了这轮可是我老婆上的，我们并没有上，要是我上我也选吃水果，因为我就爱吃，我的实力还在。好，现在在场上呢三组选手的比分呢差距都不是特别的大，对，所以呢在接下来三组面对到的是共同游戏的环节，也就是说大家都有机会，是吧？对，共同游戏呢三组选手将要完成的是天旋地转，大家派谁出阵？先来问一下这个第二组好不好，刚刚这个主心骨，我们那个我老公吧最喜欢玩这种就是刺激的，越刺激越好，坐过山车，是过山车人家都是害怕，连续5-6次7-8次，对，人往往在最强的地方会出现失误哦。对哦。第一组呢啊，我觉得这一次我想来参加一下三号妹妹，其实我们两个好像一直在场上站着都没有下去，你想不想玩一下？这样我根本就没有啦，这种事情不用用计较法吗？哎呦哎呀呀，哎呦，我的老公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就 OK 啦，不想上场玩一下吗？很晕倒了这个我们一直在游戏啊。好，我决定梁子君站他们两个大男子汉，如果其实这也是策略，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是输了的话，其实你想一下，两个男人嘛，赢个女人有什么意思？赢的也不漂亮，对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是赢的话，你们两个就丢脸喽，就输得更难看。没有这种可能，那个绝对没有可能的，没有这种可能的。所以第一组是芳芳要出战，玩天旋地转。对，因为我老公之前已经受伤了。那第三组呢？没有关系啊，我已经说了，我今天我就是要带我老公出来放松的，让他玩玩的开心，玩的嗨起来就 OK。那么三组选手，请就位。老公加油啊！好，选手已经就位了。特别想问一下那个芳芳，啊，作为唯一一个女选手，你现在上去什么样的感受啊？两位大哥，如果待会儿我要摔倒了，不要踩我。是没事，不要踩我，你保证不从你的尸体上踏过去。老婆没事，有我在这镇着，没人敢踩你。好，安全第一，三位做好准备了啊！天旋地转，倒计时3、2、1，开始。老婆，闭目养神，闭目养神，不要想，不要想，老婆。啊！老婆，不要想。老婆，闭目养神，闭目养神。老公加油！不要受声音干扰。老婆，坚持住！老婆加油！坚持住！加油！马上就完了，马上就完了。老婆，属于你。老婆加油，加油，停住！啊，好晕了，要到了吗？好像不行了，老婆，老婆，可以了，可以了，老婆，老婆，保险，保险带。这边，这边，老婆，红色红桃，这边，这边，这边，加油！再冲一遍，再冲一遍，老婆，十公分，老婆，快，前这边，我在，可以了，老婆，老婆，好，好。都已经晕得不行了，来整理一下。哎，我发现第三组后发制人，我就说他很厉害吗？就是我们不需要坐过山车呀，就是我们平时翻跟头翻就好了吗？真的没有看到他坐过山车呀。那你看到他那个东西刚停下来的姿势吗？这样太帅，对不对？别动我，不是，就是那个他
他那个离心力很大嘛，对，然后突然停下来之后，然后一缓过来之后，就是你整个身体是完全平衡的。如果我感觉当时是，如果不是垫子滑一下的话，我就会一直直的跑过来。我跟你说特别不公平，你看人第二组那简直拿手，我见过爬进去的，但你那个，哎呦我的天哪，你在地上似游似爬，我都分不清楚是怎么过去的了。我来自青岛嘛，经常洗海藻游泳，真是你头先扎进去的，然后一通游。我刚才下去找他的时候，我以为他还在里面，我找不着，真是拼命啊。所以说很值当，因为你的这个努力，然后你们组第二组加上了10000分，现在的总积分是36390分，第三组加了20000分之后是42770分。耶、yeah. ！那么第一组因为芳芳女生嘛，得在这一轮，我觉得我老婆没有拿到名次，很努力了。我刚才想背水一战，想拿一个第一的，但是我发现我上去之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都不记得要去解这个安全带了，我整个人就懵掉了。我感觉一个女的已经很不错了。对，芳芳已经很厉害了，非常棒了，真的。谢谢谢谢，真的很厉害，很厉害，我都不敢。我觉得你很厉害了。其实第一组刚开始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就是一个挺冒险和挺有勇气的决定。对，因为我不想让我受伤，我老公已经受伤了，我不想让他再上去了，挺累的。嗯，我觉得其实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两个人都要付出，然后这样可能关系才会更和睦。所以我们感情几年如一日，我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们他付出，而我懂得他的付出，所以老公，其实我想说，我想说谢谢你。没有，我愿意为你做一辈子的饭。哇，好幸福！谢谢老公，我爱你。不是，看一下。我觉得最珍贵的就是这种事情了，一个爱你的人，然后你懂得还珍惜他对你的爱，是吧？好，奔着这个幸福的未来大踏步的去吧，好吗？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加油，谢谢第一组的参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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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你们很高兴。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卫视芝麻开门。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打开微信摇一摇，点击电视选项摇一摇，参与互动竞猜，赢取智能电视等丰厚大礼。恭喜二三组可以进入芝麻开门的终极对决了，真是不容易啊。对，不容易，确实这女婿在这个岳母面前表现的，本来是剩80%能量了，然后一看岳母直接200%了。哎呦，这嘴抹蜜，你就靠这张嘴这个一直啊，也看到我的这个未婚妻吧。但是靠嘴拿不了第一名。好，两组马上进入终极对决，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场两组会为了多少总积分而战。本场总积分108160分。马上的终极对决是一个很吃力很艰难的一个过程，来吧，上龙门架之前有什么要对对手说的？前一次有所保留实力，对，这最后一次我们必须全力拼了。对，这关键是我要结婚呢。对呀，我们的共济更大，什么的力量大呀，两个妈在那坐着看呢。这个两组的成本都压得挺重的，所以马上两位两组龙门架上线，马上进入终极对决。两组选手站立在10米空中龙门架上，积分落后一组先倾斜20度角，选手轮流答题，答错则龙门架倾斜10度角，直至其中一组选手全都支撑不住掉落空中，另一组选手即胜出，获得所有奖品。终极对决即将开始。哇，老公看前方，好，现在龙门架已经到顶端了，我们先请分数刚刚较低的第二组龙门架倾斜。没事，老公，我觉得很好。答题开始，请听题。
孙悟空和如来斗法时在如来中指上写了哪几个字？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孙悟空的第一个师父是谁？第一个师父唐僧。三国演义当中刘备的武器是什么？双股剑。水浒传当中林冲上山后惯用的兵器是什么？丈八蛇矛。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作者 J.K. 罗琳是哪国人？英国。英国。科幻小说经典《银河帝国》的作者阿西莫夫是哪国人？美国人。孟浩然《宿建德江》中野旷天低树下一句是什么？江清月近人吗？江清月近人。李白《行路难》当中长风破浪会有时的下一句是什么？直挂云帆济沧海。这里的山歌排队排是哪首歌的歌词？山路十八弯。张靓颖为电影画皮演唱的主题曲叫什么？画皮。画皮。画心。画心。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是瑞士还是荷兰？荷兰。宇宙体系论是开普勒还是拉普拉斯的著作？开普勒。封神演义当中哪吒的兵器是红缨枪吗？不是。小说林海雪原是作家曲波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的吗？是。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不包括朱安党人还是谷物陈列室？是哪个？谷物陈列室。列那狐的故事是中世纪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叙事诗？中世纪。隽永和父与子哪一个是莫泊桑的作品？隽永。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首诗是出自于鲁迅还是臧克家？臧克家。本草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中吗？不是。先秦时代人人都可以自称郑吗？不是。鸟类的沙囊是其肠还是胃的一部分？哎，老公，我不行了。老公，你说。没事没事啊。胃胃。将血液从心脏输出的血管是动脉还是静脉？动脉。提出节用而爱人的是孔子还是孟子？孟子。孟子。我国提出君权神授命题的是黄宗羲还是董仲舒？啊，不行了。董仲舒。齐云山是我国的道教名山还是佛教名山？道教。佛教的发源地是印度还是尼泊尔？印度。文部加点最早是形容蔡邕还是祢衡的文采出众？祢衡。穷穷竭力最早是形容李斯还是李密的身世孤？李斯。欧美传说中一月的诞生时是月光石还是石榴石？石榴石。南非国宝石指的是舒俱来还是坦桑石？坦桑石。我爱他是由叮当还是侃侃演唱的歌曲？叮当。全民共舞是由凤凰传奇还是正月十五演唱的歌曲？凤凰传奇。有眼不识泰山的泰山是个地名吗？我不行了，不行了。不是。五湖四海当中四海指的是东海南海北海。我要分手吗？太帅了，英雄，你是英雄啊，太棒了。掌声恭喜第三组。助阵嘉宾是吧？是啊，完成任务了，带着奖友
喜恭喜恭喜恭喜，新婚礼品有了是不是？有了，礼品有了，是不是？谢谢。享受一下属于你们这个奖池的感觉，我们太开心了，是吧？如果你想像他们一样的感受答题的乐趣，体验抢奖品的快乐，那就赶紧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吧。最后呢，我们要感谢法兰琳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百度百合网、微信摇一摇、新浪微博，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他号称千年老二，参加过很多比赛，不过拿的都是第二名。千年老二不能再要了，必须 number one。关门了，关门了，赶紧的。妈呀，你时间甭上来了，没有算准时间。哎呦，真是跟二犯上了。出师未捷却又遭遇超强学霸对手，英国牛津攻读双学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没事，来插人，插人去，来来来，看你的了。狭路相逢战渊四起，往前冲，起哥，行啊，谁能问鼎最后的荣耀？芝麻开门1月26日晚播出。